你好，下午的2:40，我是台北环球邮报的社长燕国龙燕社长。我现在位置在武昌街这边，电影街过来，三店街这边，每天要回去的时候，今天提早回去，本来3:30回去，今天2:30就回去了啊。在电影街那边顾一下西门町啊，电影街的人潮没有什么人，你看台北的西门町没有什么人啊，很可怜，没有观光客来，都是台湾的人啊。马上要放假，马上学生要放要那个上课了啊，学生开课以后西门町根本就没有人啊，这空城一样的，好可怕。来看看这边老天路餐厅有没有看到西门町的卤味，大家排队的老天路，现在比较少人排队了啊，比较少人排队啊。走走走，这条是武昌街，隔壁汉口街，这条叫汉中街啊，武昌街的屈臣氏啊。现在在汉中街啊，社长现在正在汉中街。红包厂的吕歌星都是毒药啊，尽量少碰为原则，毒药不要碰。你看这红包大楼，我这个尽量不来，顶多一个礼拜来一天而已，甚至两个礼拜来一天，不需要来了啊！一来就要花钱，我宁愿把这个钱啊拿去100块红包厂听，100块的红包厂听听客人唱歌。你要去听红包厂跟你唱歌，他想要你的钱，划不来的啦，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他要？该帮忙我也帮忙了，啊，好。这边很多人坐在旁边，西门町的美食也很多啊，美食很多。西门町豪大鸡排，在士林最有名的豪大鸡排，在这边也开了一家店。芒果冰，有没有看到芒果冰？现在芒果便宜了。这一家就是这个幸福堂。Come to 幸福堂 for free games and eats on us.Toss the ring on the bottle for a chance to win free wheel cakes and brown sugar boba milk. Hurry, or else you'll miss your chance. 我去买杯珍珠奶茶买回去。买个珍珠奶茶。阿中面线，这条最有名，这条叫峨眉街，峨眉街的阿中面线，你看没有？这家新开了一家叫马祖新村，马祖新村，哎呦，马祖新村，马祖的老脚，有名的。你看这家阿中面线，那么热，大家也排队在买。半岛珍珠奶茶，我去买2杯，请我们外劳喝。来个珍珠奶茶，这家半岛的茶非常好喝，咖啡也是很有名的，非常好喝。老板娘，我买2杯珍珠奶茶，1杯无糖的，帮我拿个塑胶袋。1杯是要糖的，正常冰块都正常，摆到后面哈。1杯不要糖，因为我糖尿病不吃糖的。2杯都要装塑胶袋吗？一杯，一杯摆到我后面，哎，麻烦你一下哈。
一杯摆到我后面绿色袋子，在家我有经过都会买点饮料喝，它已经开很久了，最近比较有来这边买，啊，这今天的话卖点珍珠奶茶给我们的外劳喝啊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啊台北啊这个美食街啊。